一个谢谢。接着我们要来介绍的是吴远乐团。吴远乐团呢，是由黄东玉黄钢琴演奏家以及小提琴演奏家何文生，还有我们许宗荣老师、简湘琪老师一起要来演奏的五首曲子。我们黄东玉老师呢，刚刚也就是钢琴伴奏非常非常让大家注意的这位老师啊，那么介绍了我们待会儿有非常好听的五首曲子要来呈现给所有的好朋友。在此呢，我介绍我们的何文生，和演奏家是小提琴，他第一名毕业于文化大学，主修是小提琴。在校期间呢，参加有华冈乐团经常办理巡回演奏，也曾经赴邀到香港、中国大陆、日本、韩国、加拿大、美国等地演出，获得非常棒的这个好评。接着呢，我们介绍是笛子演奏家许宗荣，笛子演奏家我们许老师呢，有着超凡的悟性，歌唱、打击、笛子、爵士舞、游泳、电脑等等，对于这是所有的事物的投入呢，非常的投入。还有我们的钢琴演奏家简湘琪，是文化大学音乐系，主修钢琴，不修小提琴。今天要来演奏的五首曲子呢，第一首曲子是卡农，第二首是非常非常让大家内心奔腾的一首曲子赛马，第三首曲子是咖啡时间，第四首曲子快乐的旅行，第五首是查尔达斯舞曲，非常轻松愉快的演奏。亲爱的好朋友，让我们用最热情的掌声欢迎我们吴远乐团黄东玉老师、何文生老师、许宗荣老师、简湘琪老师的演奏，谢谢。
谢谢，谢谢我们和音乐家的精湛演出，感谢您，谢谢黄东毅黄老师，谢谢胡文生何老师，以及笛子演奏家许宗荣许老师，更要谢谢我们钢琴伴奏简湘琪简老师，谢谢，我们也请人艺国际林芝国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支撑我们所有的演出啊，谢谢，谢谢一个鲜红的非常阳光，这是我们，谢谢各位亲爱的朋友，没有不可能的事，只要我们有希望，我们就要朝着期望梦想去做，一定会勇敢的向前走，然后我们达到自己的梦想。今天有这样子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演奏，我们谢谢我们徐东毅徐老师啊，黄东毅黄老师，黄东毅曾经在这个国家音乐厅演奏，受到非常非常棒的这个回响。感谢我们所有演出者，谢谢亲爱的朋友，谢谢您的掌声，感谢您一支鲜花火鹤，代表着非常阳光，让我们所有的朋友以他们为我们的人生典范，真的没有不可能的事，谢谢。紧接着再次掌声，真的是非常棒的音乐。